早还开车冲来山坎，因即马咧找人，到底是向哪间笑啊？陈文瑶啊，恁这么紧就得到消息啦，真正无简单哦。啊，不过就算讲恁效率搁较好，嘛袂赴啊。骨头要变动作比恁较紧。果然发生啊！陈良成讲，邵怀去用刺客才走出去，这一定是韩姐，伊会安排做防备。啊，嘛唔知啊，即个状况安怎？陈博士，我听王爸讲，昨日个邵怀玩家玩个足厉害，甚至个出手派，讲袂怪伊。你乃讲气话真鲁煞，伊敢真正哩无负责任，袂怪邵怀。唔是啊，你讲警察通知恁，讲邵怀甲陈董出代志，哪会无通知阮啊？根本是因为，伊是开公司的车出去，害车牌是登记伫个公司的名下，所以警察才会通知公司。咱这唔知影，恁到底是安怎照顾人的啊？你竟然让因两个人开车，结果怎么出代志啊？你啥物拢唔知影？天下间哪有恁这款情人啊？我真正唔知伊是安怎来走出去啦！我就是讲，是单单的，伊错啥话出去试试的尔。那真正去试试。叫伊这危险的所在，警察通知我，我就马上空把手机定位，也在这时间来乌林岛，迄只偏僻危险的所在，敢是实实，关一个生命。少怀是安怎要去这个所在啊？我爸是甲少怀做伙才拄着危险的，你一定要我一个交代。是谁来有谁交代？陈忠信开警车，结果害少怀出意外，阮应该找你算账才对。高太阳，开车的人明明就是龚少怀，警察有调路口的监视器画面，有摄到违规超速的相片，开车的人明明就是领残障手册，明明开车的龚少怀。少怀。安怎做这么危险的代志啦？应该是安尼啦。少怀发现到蝴蝶甲陈东俊因的感情，回来了愈想愈唔甘愿，才会冲动要去做戆代志。陈忠信无才调，想要阻挡，阻挡无成，结果公亲变死主，家己也跌咧死啊！谁讲少怀死啊？你搞点去啊？文瑶，警方那边安怎讲？敢有找到啦？警方用车锁倒去找啊，我嘛车有经验，私人锁倒去找啦。我想伊真紧，伊敢捌找倒来？迄款所在，车开这么紧，冲落山坎，一定是阮是无啊，何必着开钱车锁就对咧？你哪会知伊跋伫啥物所在？啊，车开偌紧，你有亲目睭看到？恁在客厅拢啊大细声，我在内底听着，嘛足着惊的，所以哦，我马上敲电话去警察局确认，才会当掌握到较侪细节啦。这有啥物好奇怪？江阿勇，这段时间来，你通找警察问出细节，好啊？来手机往看，看你是毋真正敲电话警察局。你讲啥？胖妹，你偷位哦？亲门道来阮家。吵吵闹闹，今麦搁抢我手机，还要看机密？嘿，为什么手机用我？用我啦！准备手机用我，你是不是丢其他人手？我好。嘿，哦哦。安怎？内底够奇怪物件？江凯勇，你的手机内底那满满拢是陈东俊甲蝴蝶亲密的相片啊！哎呦，我嘛是为着维护咱江家的权益啊，才请私家侦探翕的啊！啊，想袂到一口气传这么多相片，我都袂负山的。
更还有，少华已经受过刺激啊！伊想走出去，一定是你，而且上面特别搞个刺激一遍，甚至你要改讲，陈东俊甲蝴蝶小撮走的代志，对吗？好卖你！哦，你是后边故事呢？刚才平贵伫遐相片，都想要破案咯。我拄仔解释过啊，这相片是曾旭哲传给我的啦。熊开勇，你之前传一个地址去予少怀手机啊？迄个地址，甲少怀出代志的地点同款，你要安怎解释？熊开勇，曾旭哲传予你，你为什么要传予少怀？你的动机就是作弊的，你就是要刺激少怀，予伊抓到着。是我的地点传到少怀的啦，啊，不过我无过去找死啊，一定是陈忠信啦。伊规工针对蝴蝶，即嘛抓到蝴蝶甲陈东俊的约会，伊就先让少怀去抓狗，唔才出意外啊。我太在笑咧，阮忠信是遐尔冲动，少怀若真正要去抓狗，阮忠信一定会甲阻挡，无可能跟伊去。张嘉勇，少怀叫你找了，你搞咧借钱，你准备要害死啊！免来安尼，少怀哪会出代志？你这么单纯，你心肝内才受到遐尼大的伤害，这么搁叫你哦，拢是我妈。我无甲伊照顾好，才害伊中着姜开勇的计。哦，朱丽萍在咧讲啊，伊有可能去挖你，你即摆咧靠几点的啦？为什么啊？等到恁阮爸死的时阵，你嘛无遮尼激动，我即摆是安怎？是咧靠少怀的钱，即嘛变成蝴蝶会当继承的遗产啊，所以你唔甘愿气甲哭出来哦。哦，加油！好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是啦，是你兄弟。我说的保护你不管，保护你啥？这是笨手。你敢讲没有？你是凭啥提物件跑啊？好啦，我卖提物件，我扛手啊。什么？哦，走来阮家，搁起家动手，你算啥东西啊？我操！啊，哦。凯勇，你今日警察局问看卖啊，看你即摆所在了安怎？我相信小花伊袂做有代志的哈。对，小花，我要去找小花。等下就该上小。你算什么小？即款情形哦，百分之百是单条绳咧使人啊，结果害着家己啦。讲都讲，你敢讲？你唔是讲要找人？我已经找啊。阮嘛准备要替少怀办票书啊。你敢若拍我，敢不能解决代志？办票书你家己办啦，阮就是绝对无代志啦。废话，当然是替阮少怀办票书啊。恁单条绳要做狗咬鬼，到啥地带？还有你？哦，妈妈。无啥物要讲啦，咱今日问消防队，看找进度安怎。我跟你讲哦，阮重庆人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就去给伊来接班。真正是莫名其妙，我无过人就这样量啊，搁加亲门大户来兴师问罪。恁爸即马状况安怎啦？啊，迄、那个所在遐危险，伊设这个局，啊，万一那是龙哥成真嘞？妈，其实爸已经传讯息给我报平安了，
感情好啊。我拄啊对迄个姜开阳安尼大细声，是真正咧烦恼恁爸，还佮有迄少华会出代志呢。哎，因老母平安就好啊啦。是讲恁爸是当时传简讯予你，恁也无较早甲我讲。哦，就拄只甲姜开阳冤家的时阵啊。哎妈，阿姨，如果我若甲你讲，你妈姜开阳的气势就消风啊，所以我就在边啊点点看你家修理啊。陈小雨，妈，就疼呢，就疼呢。拄仔恁妈伫遐烦恼到要死的哈，你煞徛伫遐看戏哦。哎呀，妈，我无讲你安尼，唔才会信对吧？好啦，妈，我回你爸佮少华已经平安啦。我想这姜开阳一定两阵讲伊当高枕无忧，所以伊袂走去。我已经帮你帮到这啊，今嘛是不是让个影团幸福啊？你什么时阵把姜启勇的晶片摕掉？我今嘛当咧无闲，是有股份的代志啦。今嘛真正要把阿姨帮摊出去吼，佫有淡薄仔时间啦。安尼啦，等我啊少怀后事办煞了后，我就开董事会，然后。甲无极集团所有经营权摕到手以后吼，咱再来。经营权那是包赢的代志，我阁有一部案件未行。江总裁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阁有安排人伫我家？是啊。你免问，到时你就知啊。现摆定数命。好。安尼就等到吼，大局已定了吼，我随来安排。敢真实是安尼？哎呦，我是安怎？本来是要提杯啊，陈东怀手会趁机提地果。姜总裁，到恁泡好的茶你无要饮，偏偏啊要饮滚水哦！我无啊，我老啊！滚水啊，呛落去哦，滋味有够赞的哦！想袂到，吴奇集团对我狂气阁无够，连滚水拢爱规乌饮哦！姜总裁，你对我动下手对无？你拄才啉的茶，我放花水。我若叫你啉滚水，你就会啉滚水。我若叫你用滚水洗头，你就用滚水洗头。啊，江总裁，你神了，你冲着我啦！啊！因为我感觉你讲话无老实。你坦白讲，晶片若摕掉，怪警团敢有机会，我落去。我不是讲过啊，虽然我是昏迷的状态啊，不过绝对是我的啦，啊！你讲骗我？有相信有够，这边若吹掉人就会死，跟你讲话无共。是伊跟你骗的，我讲的才是真实的啦。因为伊有相需要，需要姜启勇替赚钱啦，所以袂当临时甲换身体，因为身体一换，都要恢复，要一段时间才能顺利做代志啦。所以吼，伊等袂赴，伊才骗你的啦。感谢是安尼，真正是安尼啦。高总裁，你别甲我冲着好无？我若受重伤，想替你甲江团国会回转来，啊！我保证啦，我摕到总裁位置了吼，我随个讲一段行李，吼，我若无照面照镜，迄个时阵，你才动手嘛袂歹啦吼，哦，我拜托啦，哦，啊，就你这样，欺骗我的下场啊！我来小可顶撞一下，叫你吃毒，叫你跳崖，你都会乖乖去做。